真武功啊！大了大了，好丑一丑。对啊，你看啊，他是写真武功啊。我这个小巷子，哎，这个是给你拍照留念的，它是真的有一个门哎，哎，它这个是立体的浮雕哎，这边就是老街了，在那边出张所，五七出张所，这里以前是派出所，现在卖冰淇淋，卖冰淇淋的派出所，哎，太酷了吧。哇！呀，这一整区很漂亮哎。这个是所长家，这是民宿呢。所长宿舍区，有没有？呀，这真的好日本风哦。这里有一个防空洞哎，昭和十六年，1941年。哇，我们要下去看看。防空洞好小哦。OK。哇，天啊！小了。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防空洞。超小，有我头站起来也会撞到。嗨，超小的哈。超小，那两个人就不行。两个人就满。这个是李氏陶语。进去看看吧，哇，这好小的一个赛前箱啊！先双手合十，不用抓它。好，可是没有棒。这里啊，这里写，你看，拿起铅筒，摇出竹签呢。53号。不在。啊？拿把签拿起来看。这个就是给你的钱，急就是好的钱，你会心想事成哦。啊，你再回去看。哇，哇，好漂亮！看这。我这一摇应该就贝壳的声音。这是做门帘用的吗？哦，你看这真的好日本风，坐在这里这样可以坐很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之前的好像有一个昭和十八。哦，昭和十八。对啊，昭和十八是昭和十八年，这也是昭和六年，更早的。走，我想要吃冰淇淋了。都好哦。对啊，抽了一个好签，运气会好哦。好大的冰淇淋哦。冰淇淋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撞到玻璃。对啊，冰淇淋82元。这里面可以内用哎。可以啊。你看那个是脚踏车的椅垫。等下来坐那边啊。还有一个香草的跟一个凤梨的，用铁桶来杯装的，要保护它的袋子。买好了，你这是什么口味的？香草。香草的。妈妈的是凤梨的，还好，没事啊。好吃吗？对。游览车哦。哇。好多人哦。
鸡蛋糕了。好啊，可以。啊，这个背景很棒。耶。干什么？咦。那你